一整天的。好嘞，先来看，看什么东西？我们在不同的溶剂，现在我溶在四氢污染 PHF，溶在 CF 就是氯仿 chloroform 啊，另外溶在 chloro 本的氯苯，还有溶在甲苯，所以四种溶剂哦。那么它们的浓度呢都一样，0.002%。好，四种溶剂浓度都一样。那么我现在把它加热，加热的意思呢，就是要让它解聚集啊，聚集就是分子量跟分子量呢，纠缠在一起的。那我加热，靠这个热能呢，肯定把这个分子量呢把它松开来，解套，让我解套。那我们看到，我们从室温。加热到这个溶剂里面，它的沸点，溶剂开始沸腾了。好，四氢氟苷呢，从30度C 呢加热到它的沸点大概68度C，所以加热到70度C，OK 了，它已经沸腾了。那么这边有它浓沸点上升，所以它可以上到70度C 了，OK 了。那我发现呢？在不同的温度啊，是用荧光给它扫描。好，30度C、40度C 一直到70度C，它都是重叠在一条线上。那么明显的，它有右接，有没有？这四种不同的溶剂呢，它都会有右接，就表示说，在这个浓度呢，它已经产生聚集了。我们前面讲的4F4，F4 的是多少？10的负几次方？好像是负5次方，它就是负3次方而已啊。所以它刚才已经产生聚集了，这个溶剂已经够溶了，它有产生聚集哦。这四种溶剂呢，我加热要把它解聚集呢，它的差别在哪里？如果是氯仿呢，你看解聚集的时候呢？它真的会解开来啊，它会产生蓝位移，因为红位移呢表示有聚集的现象严重啊，对不对？解聚集的话就解开来了，松就是松弛掉啊，就那个分子量呢纠缠呢，松掉了，没有聚集了。你看在氯仿的时候啊，有没有它有产生蓝位移哦？那么在氯苯的时候一样哦，它也有产生蓝位移，哇，甲苯呢蓝位移更严重，有没有？所以在四种溶剂里面呢，给我们观察到，所以同学做实验呢，你要当然仔细做，那么你还要分辨你的实验数据有哪些差异哦。老师这边呢？秀给你看，但不一定对啊，你可以批评啊，都 OK 啊。你看四氢氟苷呢，这个溶剂呢，纹风不动呢，对不对？0.002%这个浓度。如果我把这个浓度呢增加5倍，增加5倍，增溶了，增溶的话就变成0.01%了。那么聚集是不是更严重？是的，那表示在哪里呀？你看。它的休的这边呢，休的刚刚的情况，它大概呢会在哪里？就在这1000以下，有没有？这强度1000以下，大概是会在这个地方。好，当我浓度增加的时候呢，你看，这个是 normalized，这边呢是那个正规化的数据啊，本来休的呢在这个地方。可是现在休的呢，会往上涨高啊，会往上涨高，有没有？往上涨高，甲苯呢是最明显的，它涨到这里了，本来在这里啊，刚刚0.002的时候在这里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会涨高哦，那一样啊，我也是从低温呢加热到高温，
而且是你是研究所的学生哦，你不是大学部的专业生哦，那你怎么解释这样的现象呢？你的论文呢，你要不要讨论呢？你怎么讨论这样的这种情况呢？那老师也是这样啊，上课老师这样，但是你不讨论，你就是交白卷了。然后你要讨论。所以老师就提出一个假说，这个假说，假说就是老师掰的啦，就是除非你证明我错了，所以没有人证明的时候，我随便你掰的，学术就是这样。之前呢，我们说另外有一种，是人家掰的啦，这个是老师掰的啦，现在老师提出这个假说。他如果事后证明这个是对的，我现在给同学的讲义面都还没有发表，这是很新的资料。好，那我们假设呢，这里有一个共轭双键，那么它没有缺陷，就是没有推出来第九的 defect，所以它现在是。单键、双键、单键、双键，这样交替的，就是完美的，对吧？好，那么，我们用一种几率来看，几率来看，这两个电子都是单电子的，你随时给它看的时候呢，那么它是不是这两个电子呢都在一起？或者是说这两个电子呢被均匀的分布在，就是说每一个单键是由两个电子构成的哦，所以你熊熊给它看过去的时候它应该都是怎样？三个电子啊，这个单键有两个电子，另外这个派键呢两个电子呢分散了，这样均匀的分布，所以每一个地方呢其实它都是。三个电子，所以它就是 lone pair，就是孤电子啊，lone pair，一个 pair 就是两个电子，它现在是 lone 就是 lonely 就是孤独的，孤孤单单的，这边就只有一个电子一个电子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现在再来，又有一条分子链哦，假设这两个子链呢聚集过来。聚集过来的时候呢，它可能这样聚集在某一个点的这样交叠在一起，爬着位所以这个拍电子可以在原来的这条分子内移动，也可以在又可以跑到另外一条分子内移动，所以这个就叫做跨越，老师指的是这种情况，从一条分子内。可以跨越到另外一条分子，这样才能够跨越呀。那如果说分散开来可以跨越，那就很怀疑了，很怀疑。好，那么照刚刚老师讲的情况哦，那么每一个位置上呢，都有一个孤电子，孤电子呢是不稳定的，对吧？是不是不稳定？好，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会聚集很多事情。很多事物，很多颗粒，它不会单独一个存在那个地方。它一存在的话呢，可能就是一坨一群，像我们人也是群居的动物，很少的人，他就单独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很少这样的事情，通常都是群居的。那么这个共轭双键呢，我们已经知道它会产生聚集啦。现在老师问你 why，它为什么会产生聚集这个动作？原来它就是一种求偶的过程。偶数的话呢，就要成双成对两个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是平均分布都每一个地方都只有一个电子呢，那它不是很爽啊，它不是。
很安定呢、啊？那当然他会，前线是这样攻了双箭，但是我们说，啊，这电子在跑很快的时候，那么我们那个摄影的照相的速度更快，啪，会照相。有电子跑的速度更快的时候，当两个电子呢，一个跨越到这边来，一个还在这边的时候，那它是都是分开来。所以你每一个瞬间打照相打过去的时候呢，它这边都是单电子，单电子的，啊，所以这条分子链呢也是单电子的，所以为什么它那么喜欢聚集？因为它本能啊，它就是聚集，就是它的求偶的动作，它希望能够凑成啊两个电子在一起呀、啊，所以同学都知道啊聚集聚集。啊，会有东西聚集在一起。那老师问你哦，聚集它的原始的原动力在哪里呀？啊，就是它有求偶的那个趋那个什么那个趋势，所以才会造成它产生聚集。啊，是这样的一原因。啊，这个是它的那个启动的啊主要的。原因就是它的原动力了。好，那么你聚集的方式呢，可以有很多种。那现在我们来解释，刚刚先看的有四种溶剂哦，四氢氟苯啊、氯仿啊、氯苯啊、甲苯啊，哎，它们的聚集的那个。啊，程度啊，有区别的呗，有区分是不是？那、啊、其中的那个四氢氟苯呢，啊，不管它是稀薄的浓度啊，或者是高的浓度啊，你怎么啊加热，它都没有办法解聚集啊，那怎么这么奇怪？啊，那老师的解释呢是这个样子。假设我这边有一条分子链，就是完美的。那么长这个样子，那下面也有一条分子链，这个也是完美的，对吧？那我们说它的电子呢，单电子呢就平均温度哦，下面这个单电子也可以平均温度啊，所以啊，那你高兴，你可以放成这个样子啊，啊，对应的这边单电子跟这边双电子，啊，双电子对应下面这个是单键的，单键双键单键双键把它啊区隔开来，区隔开来，你看。上面这个部分呢、啊，就仿佛啊，我这个拉链的上面的这个部分，下面的这个部分呢、啊，就仿佛啊，我下面拉链的这个部分哦，对吧？好，当两条分子链靠近的时候呢，啪，它就聚集起来，就变成是拉链了。所以我们说 ，energy PPV 啊，它如果在四氢氟苯呢，它进行的是非常强的。拉链般的聚集，就是拉链般的聚集哦，对吧？它如果是在其他的溶剂呢，它可能进行这样的聚集，啊，或者是这个是主链啊，主链的聚集，它也可以进行侧链的聚集哦。啊，我们等一下再讲。好，它如果像这样的聚集的话呢，我加热啊，很容易啊，它会有布朗运动，那么这个聚集呢就可以解开来了。可是如果你聚集的是这种形态的聚集的话，就是拉链般的聚集的话呢，你加热啊，你没有办法让它解聚集啊。那你这个拉链呢，你怎么把它脱掉？就是上半的这个拉链跟下半的这个拉链分开来，就是上面这条分子链跟下面这条分子链怎么把它脱开来？就脱拉链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化学反应也有一个脱拉链反应。那么这个聚集呢，也有一个脱拉链，所以你光加热是没有办法脱拉链的，就把它烧掉，所以它会烧毁啊，加热啊，对不对？那怎么把它脱拉链呢？很简单啊，我现在再加更多的溶剂进来，溶剂就是沿着这个拉链这样脱拉链，溶剂更稀薄了，它就可以脱拉链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再进一步解释。为什么四氢氟苯呢会进行的拉链般的聚集，那、啊、其他的溶剂就不会呢？老师有一个假说，
假说说，在四清湖的溶剂里面呢，里面有一个啊恒基量，就跟你有讲啊恒基量的夫南跟 trace 啊、哦、恒基量的夫南，夫南就是这样，长这个样子啊，这个夫南啊，什么叫做恒基量？像现在老师呢，这个手啊，这个油脂啊，抹过这个桌上，那么它就是一个恒基量，因为它的量呢太少了，所以仪器呢根本侦测不到，侦测不出来。好，那这个四氢氟南里面的夹杂，它有氟南这样的杂质，氟南就长这个样子。而且四氢氟南呢，同学注意哦，它没有双键哦，这双键要拿掉。它应该讲是八个氢哦，这边有四个碳，一二三四，四个碳上那个八个氢，所以啊应该讲是八氢氟南的，但是氟南呢是长这个样子，好，好、啊、这是氟南，氟南这边有一个氧，啊氧呢有两个未共用电子对哦，那么这个氧呢，所以。除了这两个键，还有两个未共用电子对，所以它是什么？跟碳一样啊，它是 tetrahedral 啊的啊的结构哦，对不对？所以假设啊，上面这个是完美的共用双键啊，那双键这个拍电子这个地方呢，它如果产生缺陷啊，它会坏掉啊，啊这个是双键，现在是那个单键啊坏掉了，那么这氟南这个氧这两个。两个电子自由的电子呢，它就挂上来，挂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啊，那么本来这里有四个氢的，对不对？它会脱掉两个氢，啊，所以有一个氟南呢就挂上来，挂在这里啊，就挂住了哦，啊，所以意思就是说氟南呢可以用来修补啊这个共轭双键的缺陷的部分，啊，然后修补哦，就挂在这里，既然可以挂在这个地方。那么它也可以挂在下面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它会增加，使它的缺陷的分子量呢减少，啊，它会增加这种机会，啊，如果增加这种机会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引发它，啊，拉链般的聚集，这是老师整个，啊，整个的假说，啊，那么要证明，啊，证明。你的提的假说是对的，那老师没有办法证明啊，因为找不到啊仪器设备来检测，所以老师只能提假说。啊、老师的口试委员呢，哎，他们想要反驳我，找不到啊，找不到东西来反驳我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就降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你们的硕士论文啊，看到。啊，结果啊，你能不能提出原因？这是老师的一个示范的情况啊，给同学做参考的。那么问题是正确，啊，这边是下滑，你们看过了吗？啊。前面讲到了，啊，有一个啊，男女朋友，男孩子就问女孩子，你喜欢什么花？啊，女孩子就是羞答答的，为什么？她喜欢两种花。男孩子就赶快问她啊，哪两种花？啊，我买给你，啊，我送给你。女孩子就低头的啊，小声说。表情花，随便花，看男孩子就啊，你真美，啊，那女孩子就妩媚的说，我哪里美啊？你想得美啊？表情花，随便花，你当我是直播台女吗？嗯，好了，接着呢，啊，更复杂了。那么老师提出啊，他的那个分子量的那个假说，啊，他怎么卷起来的？那么这更复杂了，我们不要管它了。
副开务长，这个副长也有他的道理啊。那现在老师证明了，像分子类这边的那个主任跟他的直径呢是20的 I 啊，他这个是怎么解出来的呢？这是用 Kenny Otis 把那个分子类然后算出来，让他去跑，电脑去跑。如果我现在用两个 MHDV 的时候，跟四个 MHDV 的时候，它可以。那我要头跟尾把它接起来，头跟尾接起来的话呢，那我用我的小笔电呢，很快就可以跑起来，那大的笔电啊可以跑出来。可是当这个 MHDV 的单体呢数量两个、四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越来越多的时候呢，然后最后跑不出来，要跑两个小时呢才跑不出来，然后呢要丢到呢国家快速电脑去跑。那么后来我的指导教授他们不这样跑，他们把这个头尾呢把它拆掉的话呢，要用高速电脑来跑很久啊，因为它这个整个的那个分子链的那个旋转的角度啊，那么带起来的那能量啊，就要把它计算哪一个比较最后呢是稳定的、合理的啊，那个形态，把它解出来。好，那我们解出来，如果两个啊、三个、四个，它们的啊最远的距离啊，大概是这样。最远的距离呢，如果是十距体的话，大概就是20个 I， 所以我只能跑到这个八距体，它大概是18个 I。九具体、十具体，大概就是20个 I， 这样。啊，我解出来的情况是这样的 ：MHBV 呢，啊，如果有10个人会长这样，长这样的话呢，刚讲哦，它不是有那个离基侧链吗？角这个端吗？主链这一端呢，就像这样，主链这个端，它这个角这一端就像这样，角的这个端。角这一端呢，它也可以进行聚集的。主链这一端呢，这个也可以进行聚集哦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看到，为什么刚刚那个图形啊，甲苯呢很容易解聚集？甲苯呢是芳香族的啊，就是有苯环，它这边有一个甲基嘛 ，CH3 对不对？那么甲苯呢，就跟我现在的 MHBV。它是一个苯环，然后乙烯双键这样，苯环乙烯双键嘛，对吧？好，那么这个黑色呢，就是苯环乙烯双键，苯环乙烯双键，对不对？那么甲苯呢，就在这个地方巡逻，巡一啊，啊巡逻，所以它就看着这两个人不能接在一起的，那房子呢，上面这个主链。主链这个是苯环苯乙烯，下面这个是苯乙烯，进行聚集，卡这位，啊，因为甲苯就是在那边巡逻，所以它不会进行呢主链般的聚集，主链之间的聚集，啊，这是甲苯看在这个地方，了解吗？但是甲苯呢，跟这个侧链呢，这个离基，这个是单键呢。他不是芳香族啊，他就不喜欢这个，他不会管这个，他才不管你呢。这个侧链这个地方，啊，所以如果融在甲苯的时候啊，他会进行呢侧链间的聚集，侧链啊，这个侧链呢，它可以聚集在一起哦，但是就是主链不会让你聚集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那同学们啊，想得很快的，你马上想到。那，啊，如果我是四氢母奶呢？它不是芳香族啊，对不对？它现在是四个反，这边有一个氧，都单键哦。它虽然是反，但是它不是里面没有双键呐，啊，不是苯环呢，它是烷类呢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时候啊，它不会管主链的啊，因为它不是芳香族，是从感情搞的呀。感觉够了，它就会粘在一起呀，啊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四氢苦奶呢，就跟这个主链芳香组这个地方没感觉呀，
他对这个策略感动的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才不管你这个主任会不会拒绝，那边到哪级啊？所以呢，他会管这个策略，事情困难的时候呢，就不会进行策略的拒绝，因为他冲在的这个地方。那如果说，难道这个地方没有事情困难？有吗？有啊。那如果再加本东西，这边有加本，难道侧面的这个地方没有加本吗？有啊。那因为它是容积，它当然是均匀的分散啊。可是你要有这个概念的，它对待的不一样的东西耶，它如果是四季木奶奶，它看待这个侧面呢，两滴滴，两果果连在一起的，它不会管这个主任，所以主任跟主任之间的聚集就会发生了。如果是甲本的话呢，不可能进行主任之间的聚集，会进行策略之间的聚集。所以你看到的，刚刚的加热减聚集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，好，了解。好，那么再来看，我们用偏光显微镜去看啊。偏光显微镜呢，我们看到的都是易经的情况，NADP 溶在不同的溶剂呢，就会有这种情况，一个是溶在甲苯啊，溶在四氢氟呢，溶在氯苯啊，溶在什么就是这种情况。这种情况我们前面有看到，好像收介的情况里面有那个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SEM 看到的情况一样，所以你看到了这个易经呢，是这样螺旋状，这边也是一样，好像是螺旋状，有没有？可是这个不同的容器呢，它的那个形态不一样，可见呢它的物性呢也不会一样，就不太一样。所以后面呢这边就很详细的在说明呢具体的情况呢，我们把它分成为总共有五个阶段，不是所有的溶剂呢都可以达到第五个阶段，只有四氢氟呢可以有第五个阶段，第五个阶段就是因为它是主要的聚集嘛，所以这个浓度更稀薄了，这个就没有聚集，我们称为聚集地零阶段了。如果加五的话呢，这样一直算呢，总共就是六个阶段，这个是不聚集。那么从这个地方开始聚集，怎么知道聚集的第一个阶段呢？第二个阶段呢，第三个阶段呢，第四个阶段呢，这个呢也有一点复杂。那么这边要特别强调的是拉链般的聚集，拉链般的聚集呢，是这种情况哦。这种情况就是说，它主链跟主链的聚集呢，这边的这边的主链呢跟主链这边就是这边被聚集的，有没有？那上面这个滑杆头滑 heavy 软的这个离基呀，因为它是单键呢，它可以旋转的，所以它现在在这个地方起始令来那个二轮呢，它那个这个苯环共轭双键这个地方，它就很坚硬啊，它不能旋转的，不容易很难旋转起始令这个二轮。上面呢，再有一层的那个分子链呢，主链又可以跟主链聚集在一起，所以形成拉链的时候呢，不是只有一条拉链呢，上面呢还可以有拉链呢，所以这个拉链呢一层一层的叠上去哦，很厚很厚的一层的拉链哦，所以你看到这边它融在四氢氟来的时候，一叫大颗粒，这个不晓得有多少层的那个拉链的聚集，即便这个小小的这个波浪这树枝状这个波浪，它也是有好多层的主链拉链的聚集的，所以它这个拉链的聚集呢可以很厚哦，
涨到这么多货的话呢，它不是一层的，它就是可能几十层、几百层的，所以解到后来呢，解到后来，老师的博士论文里面呢，我就引用这个地方，引用这个地方呢，有一点呢，还有我知道老师的玩笑。不晓得有没有看得出来？培养老师那一节，MGB 把它融在溶剂里面，它的形态学，把它解出来，老师就把它解出来。当它很稀薄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个它的分子类呢，也许像这个薄杆，也许像这个薄盘，pellet 或者是杆状的。或者是这个椭球状的，因为这个用那个中子小角度上色，可以看到它的形态是长这个样子的。那么到这分子链呢？分子链呢？那个是微观的一条，那如果是两条、三条的时候，聚集起来的时候，它有可能就是这样子啊。可是当浓度呢更浓的时候啊，更浓的时候呢？那么这个薄板跟薄板呢，会形成一个 domain，它们会聚集在这个地方，形成一个球状的，球状的，所以它的聚集的现象啊，聚集的程度、严重性啊，就会随着这个浓度呢增加，那么有所改变了。所以老师最后就认为，诸相碰触，得势而成啊。这个老师说好玩啊，就觉得这个样子，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是世界上存在呢各种各色的人，有红种人啊，有白种人啊，有什么红种人就是黄欢嘛，有欧人啊，北人啊，各种人都有啊，还有小孩子啊，还有什么亲人男生、女生、老外啊，种种有啊。各种那个，当他的状况不一样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出现不同的情况，就是看他的条件了，那么条件呢就是随着浓度改变，那这边呢还要注意的，当浓度到某一个浓度的时候，它就定型了哦，比方说浓度很浓的时候，它就已经具体的情况就定型了，定型了。那表示说它的物性呢，它现在讲物性是光学性质哦，这个光学性质呢就已经定型了，所以你的浓度呢不能超过某一个值，某一个浓度高过那个浓度呢就定型了，就好像是这样啊，女生母亲啊怀胎啊。这个胎儿如果是3个月前，那还好，这胚胎刚刚雏形，还没有长病啊。3个月以后长病了哦，长病了，他就男生女生就已经确定了，他的那个雏形呢就已经定了，生出来就是那个样子啊。他3个月之前呢，他有可能随时都算给你。它没有成型意思是这个样子，所以我们要做元件的时候啊，你所配置的那个浓度呢，就相当重要，你所使用的溶剂啊，也相当重要，你用的是金属浓度的溶剂呢，要很小心，因为它有聚集的现象，所以它的发了光通常就会不亮，它就不亮了。那这个是我们实验室的，本来就是念博一的这个同学呢，名字的在老师的实验室呢贡献很多，他就是你们看免历的你们看有没有看得到？他在硕士班在学两年当中。只有一次，他住桃园，桃园的，只有一个礼拜天，
不再回家，因为他的房子，他们家租房子，网拍被那大空调贴封掉，所以他要紧急回去处理事情，所以他就回家去了。所以他硕士班2年，刚刚在实验室，做着他做实验，让他做实验呢，非常快乐。我是看到他呢，他是最阳光的一个学生。他看到老师呢，就是笑脸啊，非常高兴。他做实验呢，非常快乐。老师不晓得他身世坎坷，他不敢回家。那回家的话，一大堆事情，然后就不干脆就不回家了。所以他就猛做实验，然后在2年当中，他可以研发65种玻璃膜，全新的发光的玻璃膜，打造9。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同学，连一个单粒都投不出来，那你猜吧，他65种。他其中都只挑其中的几种出来写而已，有300页，我硕士论文就写300页，65种都写进去，老师不是要写2000页吗？非常优秀，我是很怀念的，明智的，非常优秀的学生，这是他实验做出来。点亮，那点亮呢？它就这边，这个是紫外光，照射就亮了，所以就是光机发光。我们实验室呢比较穷，还没有做到元件。做元件的话呢，你要把它涂在那个 PET、IPO 玻璃、IPO 的那个 PET 玻璃片上，然后加上正负极导电。我前面讲过了。让它做成元件，这样。但是我们，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在收尾了，结束了实验室的这个动作，我们做的过多了，我们想做后面这个部分呢，我们现在要把它想办法把同学做过的这些东西呢，把它一个一个把它点亮，这是大脑的手上的情况。好，那么同学上网页可以看到老师的图啊，老师的网页上有这个，这个是几百年了，800年了都没有更新，这是前面讲的 MGB 对吧？那同学说 MGB 怎么样放那么多种？因为它 MGB 的变化很大，你看，然后这么红的，它有这么暗红色的，它其实这个颜色呢都不一样，那么。哎，老师的最前面的 logo 呢，就是这个。这个其实你上过老师课就知道，原来它是单一种材料发出蓝光的就是全部讲了，都是 MGB 的。你看这个是瓶子呢，都把它倒掉了，把它用光照射呢，然后发出不同的颜色的那个光，里面没有东西啊。它就烤一下，烤一层那个液体膜在上面。那这边有那个什么东西，e-commerce 的东西很贵那个很贵的，因为你买不到啊，所以那个买不到，那你一定要，那个在这里随便你开的，这一克2万块，蓝色的这一块一克。10万块 polypropylene，其他的呢一克就10万块，一克12万，e-commerce 就花零花了，一克12万，我就说，我靠，这贵吗？他这边就做不出来啊，物以稀为贵啊，你会做吗？要不然你不要买了，你自己做啊，你做不出来啊，我光 polypropylene 你就做不出来。而且你还把它接上去，你要花4年的时间，啊，那现在像这样，这是一个投影片吗？
图里面。那么这个是动画，这刚落下来的时候它是动画。那这边呢，这张电极，所以这边就有一个摩托车、越野赛、越野车，啊，它在这个地方动，而且配上音乐哦，所以表示说这边有那个 chip， 有 IC 的那个晶片，啊，它会动起来。好，那今天这个是老师在台北市报道的啊演讲的讲题啊，所以展望未来呢。会有资讯大革命，然后会有能源大革命产生。可是现在我们这门课呢，我们在增加了一个生化啊，生化的革命。所以讲革命呢，就是啊，他们推翻了，推翻了啊，就是你现在看到的产品，就跟之前看到的呢，画到的不一样了。啊，资讯大革命的方面呢，啊，比方说现在。啊，有些公司呢，可能就出现了啊，这些啊 ，OLED 的话呢，就是像比较有名的韩国闪送啊，苹果呢现在用的平板电脑啊，就这么薄啊，我推测呢 ，OLED 的技术呢，应该啊被克服了啊，所以呢，老师们提出这样的概念。什么样的概念呢？就说，好，那个，这个是从冷气机的概念过来的。冷气机啊，我们有一个机的，然后还有一个分机，是不是？它可以分离式的。那么将来啊，将来我们使用的电脑啊、电视啊。这是萤幕，对吧？这萤幕呢，啊，假设我现在住在这个大楼，这个大楼呢，啊，有500户人家，啊，假设这边是30层楼，好了，我现在是第10层楼，啊，我住在第10层楼，10层楼里面呢，我有10个房间，好不好？父母各一间房间啊，啊，兄弟姐妹啊，啊，各一个房间啊。每个房间你都要摆一个电脑啊，都要摆一个电视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将来的情况呢？不用啊，你只要摆老师的萤幕就好了，这萤幕跟老师买的，这样子。好，那这萤幕呢？还有 USB 啊，有什么接啊接口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这边的线呢，就，哎，这边呢有一个，哎，这大楼呢都有一个管理室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把主机啊，主机呢都集中在管理室上面。好，他说家里面呢只要有这个萤幕就好。他这萤幕你看很薄哦，很薄。他平常呢就是这样一张画，一张画。可是当你点亮的时候呢，这个画呢就不见了，因为那个光线呢就把它取代了，所以你就可以看电视啊，可以看电脑啊，那你可以用遥控的啊。那你也可以用怎么样呢？用那个滑鼠啊，无线的滑鼠啊，无线的键盘啊，或者是你可以用触控的萤幕啊，可以在这萤幕上呢，啊这样，啊，啊动一动，啊或者是呢啊可以感应的啊情况，啊动一动，这样子，啊现在我讲的是大楼啊。